喝喝什么酒啊？你下午上班，我下午得上班啊。我喝一红头丈量，我怎么给人拍照啊？爸妈都已经跟我说了，柳秋是不是上门来找你们了？急了吧，心里？这急什么呀？不急呀、啊。你姐现在是我的人，该着急是她。有种，冲这句话，我们得喝一个。喝喝喝，来。你说，他胆子也忒大了，他就这么上门去找你们，不怕你给他打出来？我跟你说，毛峰啊，我当时全看在你姐的面子上。嗯嗯嗯嗯，我保持了克制，保持了绅士的风度，对不对？一切全是冲你姐面子。他一进门，我对他特别热情，我特别大方，我就让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。哇，姐夫，你这么大的气量，我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呢？不是，毛峰，你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找抽呢？没有，我的意思就是说哈，你看你怎么就一点点也不醋，就是醋意。醋什么醋？不自信的人才吃醋呢。我就说你特自信，特有谱。那是。你看，我姐跟吕若秋认识有，好像比你从认识我姐到结婚到现在，好。毛峰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想看着我跟你姐怎么着啊？你能不能厚道点？是我，你看你就那么一点点，就都不生气吗？我生什么气？我生了气，我气坏了，气病了，躺下了，谁高兴啊？李若秋高兴啊，我就绝对不能让他高兴。我又健康，我好好的，喝。啊，你看李若秋，他很有钱。你说万一老给我姐那点花钱，买这个LV 什么的，不是有钱怎么了？啊，有钱就牛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姐。绝不是说那种说奶奶的给花钱完了就跟奶奶的那种女人，你姐真要那样，我也不能娶她。嗯，你姐绝对是好媳妇儿，经得住。经得住什么？诱惑。哦，也就是说你也承认吕若秋对于我姐来讲是个诱惑。不是毛峰，你老是跟我说，你到今天到底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盼着我跟你姐吵架或者打起来？没有，姐。你什么意思？姐夫，你看我不就是为了看看你对我姐怎么样吗？不自寻烦恼，绝不自寻烦恼。呵，不自寻烦恼。我亲爱的姐夫，真的，你对我姐姐真是，我理解你，对我姐太好了。